谢谢大家，下午好。我的病是尿酸，我的病痛啊，已经有15年。10年前的时候，我还可以走路，还可以做工。最严重就是现在的5年。我现在的5年啊，躺在床上不能动，还有我的2双手5年没有拿过一张纸，因为我的2双手，大家可以看到，关节已经硬化了，不能动。还有我的2双腿，关节也硬化了。涉险医生已经宣布我永久残障人士，医生啊已经摇头，跟我说我没有希望了。现在啊，我吃了 SNE 啊，你看我的手可以拿高高，你看关节已经慢慢的消失，慢慢的小力气了。我手还可以动，还可以摇。我的腿已经像平常人的正常，不用换枕头我都可以睡觉。我吃了 SNE 以后啊，我现在啊，我还可以拿我的脚高高。我吃了 SNE 以后啊，99.98%我的尿酸素已经消完了，存了一粒，你看到吗？所以我肯定跟大家说， SNE 的产品啊，给我吃到我的头到脚板都医好我的病。我生病15年，我已经看过16位医生，所以我肯定的说，16位医生没有15粒 SNE 的力量。还有最后，我要谢谢 SNE 公司，有这么好的产品，我真的一生一世我要谢谢 SNE 公司。说真的一句话，现在啊，假如啊我的钱包啊有2000块，我第一件事我要做的就是，我要登一张报纸啊，大大张啊，来感谢 SNE 公司。好，我们谢谢大家。